3D 雷达电摇跟踪正常，遥测信号正常。长江五号飞船双向捕获，长江五号双捕完成。长江五号跟踪飞船正常，遥外侧信号正常。青岛长江五号跟踪正常，北京飞行正常。北京翻板展开指令链发出。航程报告，太阳翻板展开正常，客舱环境正常。太阳翻板太阳翻板展开正常，环境正常。来，首风指令已发出，仪表显示翻板展开完毕。北京明白。好，观众朋友，我不知道您刚刚在经历了神舟九号飞船发射一直到太阳能翻板打开的这700多秒的时间里面，有没有鼓掌，有没有祝贺我们的这次发射如此的圆满成功。刚才在演播室里，我和我们今天演播室请到的三位航天人、三位嘉宾啊，周燕飞先生、李潭秋先生、王晓东先生呢，我们真的是不约而同的鼓了掌。因为又是一个非常完美的，可以说583秒，包括太阳能翻板打开的这个710秒。因为我们在现场也听到了一连串的正常正常正常，